他说他要赶去上班了。那我就跟他说警察，等一下你们交易完要去哪边？那次请问。交易去那个啊。交易完要去哪边？把这些钱拿去给哪边？你们到哪边、那个、还是定址？店铺吗？哪边店铺？店铺就是台北的。哪边？台北的。有没有人要帮你收？还是直接？哦，你现在涉嫌诈欺罪。对。嗯。我告知你怎样处理。哦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，我就会被紧急搜查。哦，你可以选择辩护人，如果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原住民。可以请求那个律师，三可以请求调查列证据，了解吗？了解，谢谢。先不要动这个电话。开始啊！那我们手机没关系，我们扣，那会扣起来。哦，你的包包东西会扣，等一下把你东西拿出来，没关系。不用，不用背，不用背。你外套，你外套，你们外套没有？没有衣服吗？没有，都没有衣服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来，你是从高雄上来的？没有，还从哪边上来？桃园。桃园。好。来，身份证拿，安迪先生，身份证拿，你好。来，身份证。